Hello， 大家好。咁最近有好多新产品推出啦，以下我哋整理咗几款新产品想介绍俾大家。咁首先第一款就系 Editech 推出嘅 Project X， 咁呢一款就系 Palito Crossover 苏格拉底嘅。咁佢一款高级耳机升级线，咁佢系限定推出嘅项目，咁所以卖晒就冇噶啦。咁佢系用咗四绞全新嘅 P8 Palito 单晶纯音导体，咁由专业工作配翻呢个两组线加埋嘅八绞线芯，咁啊将两者嘅优势都结合埋一齐。所以都非常適合配合一些高級耳機去用的。第二款就是 Sure 的 Ionic 40主動降噪無線耳機，它相對上一款 Ionic 50，它是支援這個摺疊平放的，相對收藏就會方便一點，它也有黑白兩隻色可以給大家選擇。其次它也是可以調整這個降噪等級的，你可以因應這個環境需要來調整需要的效果。然后就是 Fender 的 Track， 它是属于全新的 Producer 系列，用混合单元设计，入门来计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。它呢也用一个 3D 打印的机身，令外形轻巧和大家佩戴上去也会有更加好的效果。顺带一提，它现在有一个加购500元的听讲提升套装，咁就可以用500蚊嚟換購到呢個 Fender 嘅 A1i 同埋高靈敏度3米線。咁如果大家係 iPhone 嘅用家咧，咁就會更加抵玩啦。下一件係 QTC D Magic Solo， 佢係 D Magic 3D 魔圈嘅入門版本，咁大家亦都會叫做小魔圈。佢用咗單動圈嘅設計，咁雖然係得單動圈啦，咁但係佢都可以做到呢個動態細節同埋有澎湃嘅低頻。咁佢採用呢個可換線、可換插頭設計。無論是 2.5、3.5 或者 4.4 都可以用到。香港特別版也採用正常的 CM2 編輯針，大家換線就非常方便了。最後就是天龍推出的 AHC830NCW 真無線耳機，它是品牌第一款真無線耳機，採用大口徑動圈單元，配合 Denon 的 Hi-Fi 調音，音質方面有絕對的保證，而它也是支援主動降噪和通透模式，大家因應需要作出選擇。而它用了藍牙 5.0， 也可以有出色的連接穩定性。如果大家對以上的產品有興趣，都可以看下面的產品連結或者來門市了解更多。喜歡我們這條片的記得 Like、Comment、Share 和訂閱我們的 Channel。 我們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